性骚扰部分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在网络上偏多，可能就是之前呢，他们会分享他们自己重要部位给我们看。那我的乡民们都非常有礼貌，而且他们也非常保护我，因为我们遇到前辈都很照顾我们。我都遇到玉林哥啊，对啊，宪哥。刚刚推荐的其实都会有一点辣，你知道最近那个性骚扰的话题很延烧，是，大家都很好奇，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？其实性骚扰部分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在网络上偏多，因为我以前就是拍比较性感的照片，跟我们都是出写真的嘛，所以呢，在网络上的骚扰会比较多。那我面对这种遇到这种骚扰跟这种状况的话呢，我自己是选择视而不见。对，我们都选择视而不见。有遇过什么样的骚扰？跟我分享。可能就是之前呢，他们会分享他们自己重要部位给我们看，然后我们就会吓到。那现在 IG 比较贴心，有设定一些勿扰的功能，就是照片会打蒙，所以现在就是可以知道哦，这张照片可能有点问题，所以就尽量不打开。对。那是有遇到疯狂粉丝跟着你回家之类的？其实我觉得我还好，因为我的乡民们都非常有礼貌，而且他们也非常保护我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乡民是一些很有礼貌的粉丝这样子。在现场遇过一些比较不礼貌的行为？不会，他们就是很开心的拿着大炮在拍我们，然后我就是疯狂对那些大炮放电，所以呢好像也没有，我自己也是乐在其中啦。对，关心一下短金最近的状况。因为我跟他不太熟，但是有听到他的新闻这样子。对，致敬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比较夸张的，就是致敬需要什么？其实我没有试镜过，对，我本人没有试镜过。输出吧。对，我直接是写的，我没有遇过试镜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拍过戏。表演课的时候有吗？表演课，因为我们的表演课是一群人排，一群人一起上表演课，所以没有遇过。所以工作上比较少遇到吃豆腐的状况。因为我工作上都是跟着经纪人或是跟着我的助理，所以尽量会避免两个人独处的空间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对，有什么为艺术牺牲啊等等的，你会妥协吗？我应该会先挡掉。对对对，挡掉。对。所以你有尺度上面的考量？尺度上面就是交给公司来评估。对，公司觉得 OK， 那我就做。我本身就是偏敬业的人，对，很相信公司的安排。所以有遇过那种，比如说，香香有没有想要什么工作啊，什么样的邀约，然后提出一些奇怪的邀约那种？其实我自己还蛮就是不会去接受这种事情的，对，所以我自己的原则还蛮清楚的。那两位师妹有没有遇过性骚扰的事情？吓你，然后送礼这样？对。所以你们都是在粉丝上面遇到，那有没有就是可能在圈子内的前辈们给你的？好像比较没有，因为我们遇到前辈都很照顾我们。对，我都遇到玉林哥啊，对啊，宪哥他们。对，就是呢，尽量呢避免独处的空间，然后如果你要工作试镜的话，尽量找经纪人或者家人或是有人陪同。对，这样子。那拍照的话要怎么保护自己？拍照的话呢，就是要做好防护的措施，该贴的胸贴啊，该贴的一些肤色胶带都要做好，然后尽量找信任的摄影师。对，然后尽量也不要一对一。对，你像最近好像又变更瘦了。对，是。为什么？是工作太忙？压力太大。就是刚好工作比较忙一点点，比较没有办法正餐的时间好好吃饭。对。41.7。太瘦了。那拉热度。
灿烂笑容和粉丝互动，啦啦队女神林湘现身 WBC 中华队英雄特展，而且无论是签名合照样样来，现场球迷全部都为她疯狂。而近期她为了经典赛可说是做足了准备，压力超大。她也分享自己的心情，想要持续的散播欢乐、散播爱给大家，所以我压力都会自己扛着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指教喽。林湘行程忙碌，近期还被大联盟受邀和乐天女孩一起参加大都会台湾日表演，非常兴奋，就是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洲以外的地方，所以很期待八月赶快来临。具有高人气且亲和力十足，经典女孩林湘展现青春活力，接下来的 WBC 经典赛，她也非常期待能在舞台上为球员应援。就是平常我自己释放压力的方式就是追剧啊，待在家里啊，打手这样子，就是很感谢日本媒体的喜爱，然后我会就是拍一些可爱的照片，让他们就是得到一些快乐。那应该是之后会开始慢慢准备这样。就是中华英雄们，我相信你们，加油，一起进东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相信你们人气蛮高，会唱一个九月的歌。希望不要，希望你不会啦，他们表现很好。对，有啊，我们有一起团练舞，然后那天我记得练到蛮晚的，就是12点，然后我刚好那天越级，我那一天很特别，是就是热身赛的第一场，我在东京的地铁上，然后就发了那一场比赛，然后就被张玉成的表现给吓到了，果然是旅外的选手不一样。痛回来，动力一点，咬嘴唇，再用力，倒鸡眼，告诉他要货，要货。哎，你看那边有个帅哥，快点扮丑，快点扮丑啊！扮丑，快点扮丑，扮丑。现在要在聚会上迅速吸引男生注意吗？你先瞥他一眼，笑，然后跟你朋友聊天，然后呢，喝一口饮料，不经意的，唰，放回来，动一动你的五官，用力一点，咬嘴唇，再用力，挺起胸膛，咆哮，这时见好就收，锁定他，斗鸡眼。告诉他我很难搞，告诉他我很狂野，别忘了来点神秘感，
然后跳舞。哎，慢一点，最后的最后，诱惑，诱惑，诱惑。OK， 他是你，挺起胸膛，咆哮，这时见好就收，锁定他，斗鸡眼，告诉他我很难搞，告诉他我很狂野，别忘了来。